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自鹰眼防务观察，以色列获取了伊朗违反伊核协议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证据，并将其转交给法国和德国的专家验证。尽管受到种种指责，包括国内媒体称此举会影响美国信誉，与自己的盟友出现不一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退出了伊核协议。伊朗的敌人不仅包括以色列和美国，还包括沙特为首的沙特。尽管伊朗宣称自己发展的弹道导弹并不是用来搭载大规模杀伤性弹头，但还是有不少国家认为伊朗在发展核武器。伊朗过去的行动也表明其至少做过获得核武器的努力。近日，沙特外长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地区对手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沙特阿拉伯将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伊朗曾经警告沙特25年内必会与沙特有一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远远超过了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此前访美的沙特王储也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沙特也将有自己的核武器。虽然沙特被认为科研实力落后，但沙特有一个伊朗所不具备的优势，沙特的亲密盟友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沙特每年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财政支持，没有沙特的金援，巴基斯坦政府及其军队几乎难以正常运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被认为是保护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当然这里指的是海湾派系的逊尼派国家。关于巴基斯坦拥有多少枚核弹头，外界估计不一，普遍认为是数百枚。有专家认为巴基斯坦的核弹头比中国还多。巴基斯坦也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的主要源头，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影响的话，沙特会马上获得可用的核弹头，并获得相关技术。在某些国家的帮助下，沙特有条件让自己拥有的弹道导弹和战斗机使用核武器。更多精彩，公众号 SHXF9